好，正式开始。那大家好，我是这个活动组的主持人，我是博俊。很高兴我们上课邀请到我们的 KC 关琦老师来我们来授课。啊，关琦老师是绅士数位行销的创办人，然后在数位行销这方面，他可说是练就到炉火纯青的地步。然后他也是那个也为我们的知名大厂 IBM 以及南港轮胎制作百万以上的设计专案。然后也荣获了多项经济部及文化部的专案补助1200万。那本听到这边，我们是不是对他个人充满了奇迹呢？那我们首先我们先来邀请我们的专组织部，我们的组织部副主任，我们周小云副主任来颁发感谢状给我们的关琦老师。好，请这一组座位一下，谢谢。那我们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关小姐来我们授课，来讲解什么是经营数位行销的美感，以及什么是数位行销。我们掌声欢迎。大家好，我觉得你们那个先发感谢状很聪明，这样讲不好就是来不及收回去。其实排在纸棚后面，我觉得压力太大了。所以当我讲然后的时候，不要就你们就不要站起来。这个陷阱实在太多了，就是因为我有听过他的演讲，就讲完之后我更紧张，听完之后更紧张。好，那个马赛克可以帮我解除掉吗？我听懂了，说什么？没说什么。那按那个展示解包。好，各位好，我今天要讲的是一个叫做清晰又朦胧的游戏，那所以我把它解读成，其实是在我做的产业的一个，我觉得是一个状态。那我今天不会讲太多具体怎么去操作的面向，因为我觉得时间不够，然后深度也不够。那我今天会更多的面向去带入一些策略思考的概念，我希望能提供给你们，在之后你们想要不管是在未来这50天，或者这未来的更多的日子，你想要在数位上的媒体操作如何达到你要的目的，所以大概是这样的内容。那这是我在数位行销广告接待有15年的经验，开了3间公司，一间成长很快，后来就因为管理的不足，就赶快卖给别人，然后现在也又run另外一间公司。运气都不错，这几年都成长得很好。我认为行销其实是一个七分科学3分艺术的一个过程。我今天就会带来更多我觉得可以帮得上你们，以及帮得到这个民众党的一些资讯，给大家参考。我今天会讲大概有4个主题啦。第一个就是欢迎加入行销的宇宙，不知道行销在到底在干嘛。第二个问题就是数位行销又是谁，就是身为现在最主流的行销的一个流派，数位行销到底可以帮助到各位什么？第三个就是我们如何去实践这件事情，达到我们想要传达的行销目的，以及最后我们可不可以了解完这些，可以从朦胧走向清晰？好，那第一个就是欢迎加入我们的宇宙，就进来了就很难出去了。行销是什么？各位有这边有行销相关产业的人吗？有一个，但你太远了。我可以，你们有人可以回答我吗？就是你们认为的行销是什么？卖东西。还有呢？认知作战。OK， 这是行销的一种。啊？对产品的，对产品销售。对产品的阐述。让我想讲的变成发展。哦，你这个其实很接近答案。对。这一位。OK， 改变认知哦。我觉得刚刚讲的东西都是行销的范畴，但也都不是那么全然。我们可以看几张图片哦，我的简报你们可以尽情的拍照，因为其实什么都没有东西，都是一张照片，所以我没有什么财产，只有财产权的问题。这个是行销吗？这是什么东西？大家可以看得出来吗？啊，对，一堆广告招牌，一堆阶级。
所以这是行销的范畴。这是行销吗？当然嘛，它是一个知名的品牌嘛。这是行销吗？那当然，这个刚过大家都很熟悉的一个节日。那这是行销吗？ OK， 因为他在办一个活动，对不对？那这当然也是行销嘛，这是开架上的商品。这也是行销，它是一个店面。消费者，我们最关心的人，他在挑一个商品。这个跟大家聊到重点是什么？是价格，所以价格管理也是行销的一环。这个是行销吗？这个是行销吗？只是好，不是很好的行销。这都是行销的范畴，所以行销其实包罗万象。那刚刚大家讲的，改变认知，让客户买单。然后提供一个选择的方式，其实都是行销的范畴，包含这些东西都是。那至于怎么会变成这样的话，其实就是今天我们讲的重点，就是策略出了问题。所以行销的核心精神是什么？我觉得行销核心的精神大概有三个关键字，大家可以清楚的记住。第一个是沟通，就是我要跟谁沟通。其实懂得行销的人，理论上来说应该都是个情场高手，因为他知道怎么样跟他的另外一半沟通，跟他的利害关系人沟通，去处理好他们两边的关系。第二个关键就是价值，我要沟通什么东西也是一个价值。我们行销人其实最不会去谈价钱，如果只是谈价钱，那是最 low 的行销人，就是说啊，双十一又打折了折扣，因为那谁都会讲。但是我为什么会让你花更多的钱买一个你比别人贵的东西？那就是行销人的功力，我让你感受到那个价值出现。第三个重点就是行销其实是一段过程，它不是一个结果，它是一段路。所以我们把它浓缩一下，行销其实就是一个沟通价值的过程。所以不管任何人、任何事情、任何价钱、通路，它其实都是在管理的过程。那回到我们刚刚的看到的一些范例来看，可口可乐在跟我们沟通什么？没错，他讲其实是一个欢乐，我们叫快乐水嘛，喝下去很快乐。所以我们喝的不是糖水而已，是一个快乐的氛围。这三台车子，不同的品牌，不同的品牌，男生比较熟悉了。每一台车子都跟我们沟通它不同的价值，那跟它不同的个性。那为了什么？为了彰显我们是谁。那可能更熟悉的一款可能是女生的包包，对。为什么会背这个？会背那个？他想要告诉别人你是谁，以及我是谁。那他穿给我什么大什么价值？务实、科学、理性，是他民主、善良。对，所以我觉得这也是我们今天大家可以坐在这边的原因，就是因为被他的价值感动。我们不是因为他的价钱感动，他不是因为给我们便当的人，大家也不是领500块来这边的人。所以我觉得这个党能给我们这个价值。所以政治行销也是行销的一个很大的范畴，但我觉得最终还是要回到台湾这个时候来看，就台湾给我们什么样的价值，给大家什么样的价值。所以刚回到刚刚的重点，行销是在论述这个价值沟通的过程。好像有，我别张更没有了，对不对？我已经试图找，但我觉得这样比较漂亮。好，所以大概可以理解一下我们行销想要理解的范畴。那接下来就会更具体一下，就是数位行销到底在做什么。刚刚已经了解是一个行销了，行销有非常非常多的流派。那基本上行销大家可以分两步，就是传统的行销方式跟现在的数位行销方式。那数位行销方式，其实我觉得这也是我蛮喜欢柯主席的原因，就是他应该是科学家的最爱，因为他是用数据去在驱动这个行销的过程，所以我们叫做数据科学的来源。那个通知跑出来了，所以这是很科学的东西。那科学在哪边呢？我最好坏了，稍等一下，没关系。OK， 好。所以顾名思义嘛，数位行销就是数据跟行销，但它背后代表的其实就两个重大的含义，一个是科学，一个是艺术。行销其实很艺术的发想的一个过程，一个思维，但怎么样去做对的事情？就要看数据来驱动，所以现在的行销的工具有很多千千百百种，
个 SEO 啊、网站啊、广告啊、社群啊、LINE 啊、抖音啊，一大堆东西，小红书啊，这都是我们的工具。我们根本不用去谈数据的，数据有上千种，参与度、点阅数、观看次数、流量、观看次数、曝光等等等等，乱七八糟一大堆。但这个我觉得不是今天我想跟大家去关心跟重点去说明这些谁是谁，因为这上网查就有一大堆答案。重点其实是这是数据嘛，对不对？这是数据嘛？这是这礼拜哦。其实我要抱怨一下，这个简报应该是我最近做最痛苦的简报，因为这个礼拜我一直在改我的简报内容。没错，就是我想说我都做好了，结果事情又变了，又里面很多时事的顾问，很麻烦。所以这是数据嘛？当然数据啊，是科学嘛？是科学嘛？但这科学吗？这个都不科学。所以说数据很重要，好像也很重要。那所以策略就很重要，策略才能闪亮登场，就是我今天要讲的主题，怎么样从数据去配合策略，拟定更好的行销的效果。所以何谓策略？好，又来一个大宅问，请给我解答吧。客群啊，受众的目的是什么？目的很接近答案吗？你要寻求这个目的的过程。你要寻求这个目的的过程，嗯。达成目标的方法。达成目标的方法，嗯，很正确，都很正确，我觉得都算对。哎，后面那个。路径的选择。哎，路径的选择，更接近答案。啊，其实这也没有答案了，这是我的答案。我认为的策略就是在有限的环境之下做出最对的选择。因为每一个人的资源是不一样的，所以今天三位总统候选人都想要成为总统吧，对不对？但他们选择路径跟策略是不同的，对，因为他们的资源不一样。所以现在在谈谈减肥了，因为这是我喜欢的案例的。很多人搞不懂策略在干嘛，那我觉得用减重来说是最快的。你是怎么减肥？各位有成功减肥经验的人吗？那太好了，不成功也可以啊。你的经验是什么？我的经验哦。你用什么策略去减肥？我的策略的话，首先要先知道自己的体质是什么，就是对。比如说有些人是虚胖，有些人是那种一吃就是多吃才会胖的。然后，那么接下来你就要知道自己的代谢值是多少，然后借由增加代谢的量去。消耗掉自己的，非常科学、有人不科学的减肥方式吗？这边有，你怎么减？不吃饭，很干脆。那你有量体重吗？有。还有吗？还有什么科？相信自己。相信自己。这是我啦，我大概这三年瘦了快30公斤吧。对，那我的减重方法比较特别，这右边是车椅。所以我是骑脚踏车，然后配合节食这样子。对，但我会骑脚踏车的原因是因为，就是我因为一些活动不小心买了一台脚踏车，所以非骑不可。所以大家的策略一定不一样嘛。刚刚有很科学的方式，一日双塔，我刚骑回来，对，但失败了，因为今年太热了。好，所以我要说的是，都是减肥啊，大家很多种不同的方式，有人用节食的。有人用疯狂运动，甚至有人去抽脂动手术的，只是就看你怎么去选择这个目的，跟你想要是不是想要更健康的方式瘦下来，还是说我不管了，因为我明天就要参加什么宴会了，我一定要赶快瘦下来不可。但是不管你是用什么样的瘦法，最关键就是你要去量体重，这应该是毋庸置疑吧？那量 InBody 对不对？所以数位行销的概念其实就是在量体重。如果你永远都不愿意去站上那个称重的话，你永远不知道你现在状况在哪里。所以数据在引导下，都是对的选择，就是数据可以将行销重新赋能，这就是数位行销的核心精神。所以大家之后在做任何的行销的环节，尤其是数位行销，一定要特别去看数字这件事情。OK， 所以数据才是数据很重要，但是策略才是最关键的，就是怎么样去用数据去修改你的策略内容。那我待会有很多很细的说明，所以各位不用担心。那再来就是数位行销的一些实践的一些必要的方法论，
刚有说嘛，策略是什么？策略是在有限的资源就是对的选择。那如果你一直选择不出来怎么办？所以我们就介绍一些我觉得比较好用的一些方法，可以去盘点你现在的优劣势，就这个 SWOT， SWOT 矩阵。那基本上它有分成两个象限去看，一个是内部的正面因素跟外部的负面因素，所以就形成了优势、劣势、机会跟威胁四个点。那也因为这四个点呢，我们就可以去来做一些更有趣的个组合，那我这边举例的其实是民众党的案子，所以其实我又改了，因为这个礼拜发生太多事情了，所以有些可能状况又不太一样的，不过就大家凑合着看嘛。对，这太慢了，等我写好之后又变了一些事情。所以民众党我们的优势有强大的空军支援，我们党员都是多青年的知识分子，有口才论述非常优异的党主席柯文哲。那我们的弱势是什么呢？我们没有这么多的党员，我们执政县市又少。然后中南部也琢磨的比较少，人少，资金少，反正就什么都很惨哦。那我们的机会就是我们现在5个不分区立委，那明年预期上我们的政党票应该表现的不错哦，所以可以更往前一点。那另外就是蓝绿民众真的很受够蓝绿的这个治国的氛围哦。那威胁就是国民党若不合作，其实这是我改最多次的东西，对。原本他从机会变成威胁，因为威胁我也急了，我就觉得这东西太痛苦。所以现在是这样的，就是确定不合作了，那就很难拿下大选的胜利。我那怎么办呢？那怎么办？就才内行人要看的，其实真正难的是难在就是说我们的怎么去利用这个四个象限做的行销矩阵，我们可以用优势变成我们的机会点，然后整合成一个积极策略。我们如何用劣势直接整合机会点，如何变成一个转向的彻底转向策略出来？我们怎么样用优势结合目前的内部威胁，可以有一个多角化的策略出来？我们怎么样用外部的，我们怎么样用内部的劣势跟外部的威胁，有一个防御性的策略出来？我这边举一个例子，这是我写的，就假设我们现在的劣势是我们没有人、没有钱、没有资源，但是因为现在有个机会点，就是蓝绿这件事情，其实让很多人都是很受不了的。但我们的大众对于这个二分法的政治环境其实很不满，所以我们要更积极的向中间选民沟通，所以这就是一个策略的拟定的方式。当你在没有很多方向的时候，你就可以去用 SWOT 的方式去找出这个适合的策略出来。那我现在希望你们来试试看，就是两题，我希望你们可以用分组的方式，然后给你们16分钟。没有10分钟的时间，或者15分钟的时间，我们需要用每一组的方式去讨论这一个民众党的 SWOT 是什么。我刚刚只有各点一点而已，我希望你们可以讨论更多内容出来。更重要的是，我们能不能今天能帮民众党找出他们的生存策略出来 ？OK， 那到时候每一组可能要帮我派一个人，我们来上台报告你们这一组的看法，好吗？有确据也可以。你们一桌就是一组吗？是吗？对不对？好，所以有1、2、3、4、5、6、7、8、9、10吗？哇，真多组。好吧，那我们就10分钟，好不好？我们4:10收卷。好，那 Hello， 我们听一下第十组的做法好不好？谢谢。就你们的分析啦。好，大家好，我们是第十组，然后我们在这个分析当中，我们认为民众党的优势是第一个年轻，然后我们的网络优势很强，然后党内的包容性很大。OK， 那我们认为的劣势是民众党没有较多的长辈选票，然后执政的县市也比较少，资金也很少。然后缺乏就是陆战的团队去造势。那我们认为的威胁有，两营媒体的封杀，还有大多老人支持蓝绿。那我们认为的机会是，中间的选民我们可以掌握这部分，然后
另外一点是我们可以为少数群众发声，因为没有政治包袱。然后韩粉转支持柯P的机会。对，以上，谢谢。因为他们还没来得及写后面的综合策略了，有哪一组是已经把策略都写完了，还是有执行的吗？有人有哪一组的策略出来了吗？就是各一个也可以，我们分享一下就好。我们今天是要找答案的啊，也不可能现在就马上做答案。对，有一些方向，我刚刚片子都写完了，太好了，还是我们直接过来直接想就好了。他会说，我说要改变条例，这个太不正常，觉得正常老百姓很难理解。哎，大家，我们听一下别人是分享好。对啊，像现在他想要跟。好，大家好，我是。对啊，才会知道。他有什么讲话，给我举手。OK， 好。那我先介绍一下，就是关于。优势跟机会啊，那优势的话，我个人认为是科主席的面密码跟社群平台信息，所以我们的社群平台信息是机会，所以我们策略就是，就是科主席个人力很强，所以目前来讲，他是走那个全台的巡回演说，那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有效的一个策略，让全台湾更能够更近的认识科主席的个人面密这样子。那关于社群平台的部分的话呢，就是持续的孵化。现在很多 KOL 陆陆续续上台面，就是拍影片，然后上那个 YouTube 去讲解说，目前的局势怎么样？那我觉得现有 KOL 可以持续的跟他互动，甚至邀请来，然后开一些论坛讲座，或是询他的意见。二来是可以持续孵化更多的 KOL， 都培养更多的年轻人，创立自己的社群频道，再持续的做影片，放上社群来曝光，用这招去做一个病毒式的扩散，所以这是积极性的。策略这样子 ，OK。那再来是这边是那个转向嘛，对不对？劣势是什么？劣势刚刚很多人提到，就是说，目前来讲的话是年长者的部分，可能跟比较年轻新一代的部分，他的资讯落差的部分，对那个观念想法跟甚至是他背后的一些资源啊，对，老年人是需求跟年轻人需求的资源，他的立场不同，所以可能支持的政策想法也不同。对，就是稍微劣势的部分这样子。然后呢，再来是人才的部分，上来说不是刚好提到吗？可能这是全台湾的部分区立委跟席次可能比较少，所以是资源上的一不足。资源包含就是最主要就是人力的不足这样子。OK， 那转向策略就是，我觉得这个重心引起这个训练营就是一个很蛮不错的一个策略，就是吸引更多觉得蛮有兴趣的。可能在观望的或者有兴趣的年轻群众，或者是像稍微年长的，有机会可以来认识一下，什么叫做从政？对，给这些年轻人机会。所以转向甚至开办相关的像我们这种的教育训练课程跟训练计划。对，因为知道就是什么打一场战就是要知己才能百战百胜，所以我们知道选举政治是什么之后，我们知道概念去如何去再做更进一步。进一步的突破这样子。好，再来是关于年长者的话，就是要走进年长者的圈子。那这部分呢，可能要想一些相关的一些政策啦。对，要怎么样才可以跟年长者的圈子，然后去做互动？例如说，我跟你下一场棋，然后棋的话，可能可以道出什么道理，然后为什么这个棋的背后的结局会影响到什么样的策略，然后让他连接到我们现在这个生活状态这样子。之类的，或者是可以而已。对，好，那再来这是优势跟威胁的破晓化哦。那威胁的话很简单，就是两大嘛，对不对？你的竞争对手，对，就是绿跟蓝这样子。好，再来就是绿蓝之下，因为多媒体的话，它其实那个双面刃，它是助力也是没有的力气，因为两大党也会用这个力量，所以它底下也有网军，对，所以这也是一个外部的一个劣势这样子。然后跟所谓的地方势力跟资源，对，就是我们劣势跟外部威胁那种。所以多角化的策略要怎么做？这个我有点天马行空了，因为过去的历史不是说那个什么共产党跟国民党在大陆的时候，对，为什么共产党会越来越弱？那是因为不是国民党为什么会越来越弱？让共产党有机有趁虚而入，但是因为
共产党其实有人渗透到国民党里面去，然后从内部把它削弱这样子。所以我有天马的情况下，我就是说，我们是不是也有人可以渗透进去，然后从内部搞破坏这样子？对，哎，国民党说，哎，来，民众党不错了，来来来，哎，金哎绿的，来摆样子嘛，从内部渗透这样子，然后削弱他们的势力这样子。对，不知道只是天马行空没用。对，然后最后一个防御性策略的话，就是列自家威胁嘛，需要怎么防御？那一样就是简单，就是说持续的做教育训练。那重点是，我觉得民众党最大的特点是说，他是愿意给年轻人或是给素人机会。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差异性，也是很大的一个独特性，愿意给素人机会，所以我们才有机会在这边出现。然后，那么我们可以更近距的接触，就是党内的一些相关重要干部，甚至是明天可能有机会来现场。对，平常前我觉得在其他历史的一些大党的话，可能没有这样的机会。哎，怎么可以这么轻的可以？好像我自己也可以有机会来从这里这样，我什么都没想过。对，我觉得我是一个素人，然后力量很薄弱，所以我觉得防御性策略就是持续的保持一个开放性，然后包容性、多元性。我觉得有一天大家都会有一个自己一个独立思考的能力。就会有一个自己的一个能力去判断说，到底对的选择，到底要该选择谁这样子。对，以上分享这样。还好今天没有对外的媒体嘛，来讲到那个渗透的事情。不过各位，我们发现就是，当你们在没有做策略规划前哦，你不会直接跳到可以做渗透这一步。当你把优劣势外部的机会威胁全部都翻出来摊出来的时候，你就会凝聚成一些真的可行的策略嘛。那至于方法怎么做，我们今天都不做讨论了。但是的确是可行的，所以我觉得今天这堂课我想要跟各位传达的，不是在现在就找到答案了，因为也不可能找到答案嘛。但我想要培养是一个你们可以看事情的思考的办法，或许在接下来的50天当中，这些优势劣势机会威胁每天都在改变。就像刚有同学来问我说，机会跟威胁是不是有一线之隔啊？有些事情是机会，有些是威胁，当然是这样没有错。比如说柯主席现在选的副手，他有很多的机会，但有很多的威胁存在。那我们至于要怎么去利用它，所以机会跟威胁都是优势跟劣势都是绝对的存在的，但是策略是相对的存在。所以如何利用当下的局势跟我们现在的可以拿出什么东西来去拟定的策略，这才是我今天想要讲的事情。 OK， 那我就不再讲下去了，因为我觉得可能就直接会下课了，所以我就直接讲下去。那如果最后还有时间，欢迎跟大家继续交流。那接下来我要讲第二个部分是，哎，刚好有人看到啊，SDP 一场门当户对的关系啊，我这个图片太早出来了，所以这是什么都大家知道吗？啊，对，就门当户对了。因为我只是无聊，网络上查我就没有去了，其实它没有什么意思。那 SDP 其实是怎样？是它也是我们行销学里面用的一个很基本的工具。它在做什么事情？它在做三件事情啊。第一件事情做市场区隔。找到我要沟通的方向。第二件事情我要做定位，第二件事情我要找 TA， 就是我要跟谁去讲这件事情。第三件事情就是我的定位，我要跟他说我是谁。那延续的这下去呢，我再细部的再说一下哦。如果有一个老板，因为我们常接客户的案子嘛，我们最怕遇到的老板就是说，哎，老板觉得你的客户是要卖给谁啊？他说，哦，我这个0岁到99岁都可以用。哦，那个时候我们就知道说，那其实你没有想好你要卖给谁，没有一个产品，世界上没有产品是可以卖0岁到99岁的，是不可能啊。所以男人、女人、大学生啊、国中生、高中生、博士生哦，然后他是体型偏胖的啊、瘦的啊，或者是有在运动的、没有在运动的，我们人是用这个不同的市场分隔哦，然后去归类出来的。所以这是我们第一个步骤，怎么样去做市场的区隔。把我们的消费者区隔出来。那区隔出来之后，再来就是我要选择谁去做对话。选择完对话之后呢，我要跟他说什么，就是我的定位。这边看起来有点难，我举一个例子，这个是某一个品牌的 STP， 所以你们可以先不用
看看它里面内容的描述，你们猜猜看是哪一个品牌？第一个，生活，它的区隔方式是用生活形态跟消费模式在区隔，所以生活形态第一题它，已经有人说出来了 ，Starbucks， 为什么？咖啡，中高，高品质，对对对，所以其实所以为什么说它的定位做得很成功？因为它的 STD 脉络是很清楚的，就是它从生活形态、消费模式就在做研拟哦，所以它已经明确的跟你讲说，它在找的人是第一个，它是有喝咖啡的人嘛，对，它怎么跟卖给不喝咖啡的？会喝咖，星巴克不会说喝咖啡有心机的，然后就喝咖啡嘛，对。那第二个就是它有在咖啡店工作的习惯，第三个就是它对咖啡的质感是有要求的，好，再来就是它喜欢的消费模式。一杯喝多少？他可以负担比较高单价的咖啡吗？再来就是他的 TA， 对，他是有消费能力的中高收入族群。然后他很常将咖啡厅作为第二个办公室，就是跟我一样。然后再来就是愿意为了一个好咖啡会花费更多，追求生活品质，在乎个人形象。那最后就是定位了，所以他提供了高品质的咖啡。然后他是在办公室跟住家之后的第三种空间选择，所以选择圈圈圈是最有可品味的象征。然后那圈圈圈就是星巴克，所以。很快答案就出来了，所以这是星巴克。那这就是我们基本的，我们帮客户在做区隔市场、目标市场跟定位的一个最基本的工具。那问题又来了，所以说我什么加速进行？现在换你们试试看，就是你们觉得民众党的 STP 是什么？我要怎么样跟大众沟通？所以我再给各位，我现在有点担心，十分钟可以吗？讲得完吗？十分钟可以吗？这个比较简单嘛。那我们待会我就问一个点，就是如果有愿意分享的跟我讲哦，我们来愿意分享你们那组有一个明确的答案的话，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你们的看法，好不好？谢谢。哦，这边有答案，太好了。这是第几组？又是第二组了，第二组更优秀。那我们时间到了，然后有第二组想要来帮我们分享一下，来。Hello， 我是第二组，然后我们要分享的就是说，第一个，我们的市场区隔就是在乎政治的人，也就是现场所有的人，通通都是，也是。再来就是我们讨厌蓝绿恶斗的人，一直以来就是过去台湾的政治在于蓝绿恶斗上面的斗争，就是会让我们觉得很反感，然后会觉得就是很不舒服。再来的话呢，就是第二个目标市场，其实我们的目标市场呢也是一样，就是过去未来就是以前我们在于政治上面只有蓝绿的选择，但是因为这几年下来一直有第三势力的产生，那所以说在对于为了以前就是对于蓝绿非常失望的人，这是我们很目标的市场。还有从来都是觉得说到底要选谁，其实没有一个很明确的方向，也就是中间的选民。那再来的话，第三个就是我们的定位。我们定位呢，就是我们希望是不会为了反对而反对，不会因为说他是蓝的或是他绿的政策，也有可能蓝绿他们部分的人也有提出一些还蛮不错的政策，或者是像最近炒的，就是外籍人士。其实我觉得大家都是在同一个土地，我们应该尊重接纳各种的声音，所以我们绝对不可以为了反对而反对，而且我们要相信理性、务实还有科学。我们台湾人是善良的，谢谢。太棒了！我们还有更多跟他不一样的意见的，还有一个，我们请第四组。我这边先开始定位说市场区隔，然后我会先从政治光谱来看。假设左手边是蓝，右手边是绿，那我们所谓的我们定位会定位成中间这一块白。啊，但是你只有中间这块白，可能依照数据来讲，可能只有20%到30%，可能还不太够。这边就变成我市场定位就会变成中间这一块白，加上部分浅蓝、知识蓝，加上部分浅绿、理性绿，这三块加起来才能最大化那个我们的市场的目标。
最后再针对中间白的知识率跟理性，中间白、知识蓝、理性率这三块，拟定我们的目标。然后我们这三块通常会有一个特性，就是高知识分子。那我们会变成就要推崇理性科学、理性科学务实。然后针对潜力这边，这些人爱就国民党那、民进党那三个，什么爱乡土，就是那三个对。哦，青年行政爱民爱乡土，对，这样就可以变成可以吃到部分的潜力，部分的知识来，然后中间这一块最大化这样。其实 SDP 跟 SWOT 一样嘛，也是一个很实用的工具。那我今天想要特别教这个工具的真正的目的是希望个人之后操作你们个人的媒体平台的时候可以利用到这件事情，你就可以知道说你在帮民众党在做什么事情，而且你要知道你要跟谁对象去沟通这件事情。所以 SDP 真正的背后的目的是要协助你们在接下来的50天之后找到对的人说对的话。OK， 好，所以你会持续修正。我觉得今天一样，今天不会有答案哦。但今天我提供是一个思考策略的模式，给你让你知道。那最后就是行销，我觉得数位行销的精华哦，就是数位漏斗的形成啊。那我们到底要怎么去看我们的行销？就刚大家讲了这么多 TA 定位、目标、策略，怎样去判断它我们成功呢？哦，其实就要回到漏斗来看，是漏斗，大家知道了。水从上面流下来，会越来越少，越来越少。那在一般的专案来看，哦，就是我们一般的广告专案来看，哦，大家会有分四个步骤，哦，任何的行销行为，大家都有分这四个步骤，分别是曝光、思考、转换跟客户关系管理。那它最右边的代表就是如何引起消费者的兴趣跟产生，如何引起注意、产生兴趣。那开始考虑产生意图，多方评估完成转换，最后才是忠诚，然后变成提倡，所以我相信在座的各位大概都是在第七跟第八的状态，所以你们可以想一想你们第一次遇到民众党的曝光是什么时候，那你们为什么会开始对他产生兴趣的，他说了什么话，是哪一篇贴文，哪一个短视短影音，或者是哪一个 DM，你为什么去了解民众党的？你开始他因为什么东西或什么样的社群或者网站，让你开始对他产生意图？我们就要思考成，柯文哲这东西，这人还真有趣哦。那他怎么会讲这种话，对不对？那再来就是你采取了什么行动，然后支持他，支持个党到现在。其实我觉得大家能坐在这边，都是已经采取行动的人。那最后就是最重要的，我们如何去展现我们的忠诚度，以及去提倡它的产品价值出来。所以这就是我们要倡导的数位行销漏斗的标准流程。那各位在之后的50天或者是更远的时间，我们如何用这个漏斗去影响到更多人去经历这个流程出来？那我们希望能获得更多更多的忠实的顾客，我们才有可能帮这个党赢得最后的大选。 OK， 所以不同的通路就会相应到不同的曝光的不同的流程。举例来说，很有可能第一层都是用广告啊、KOL 社群啊，我们认识到这个事情哦，然后才会有进入到 SEO 或者口碑经营，我们看口碑的文章，看 PTT， 看论坛，然后最后到了电商广告或者是电商的一个官网，或者 MOMO 虾皮的去进行购买。那客户关系管理就是最后他进的 LINE 的群哦，或者他私密的粉丝族群，那这是一般的商务的做法哦。所以，但他们有标准答案哦，每一个不同的产业都有自己的漏斗形成哦。那但是最关键的其实是每一层的转换率哦，就是1000个人看到柯文哲主席的贴文之后，有多少人按赞哦？假设100个，那他的转换率是10%。其实数位行销的关键就在看转化率这件事情，所以有1000个不支持他的人看到，有多少人按赞，然后变认识他，变他的好朋友，然后甚至赞助他金额，最后投下那张票，也就是我们讲的最后的客户关系管理。我们如何去拼这个转化率，才是最重要的关键。所以
漏斗的概念是检视转换率的最佳的方式。那这样讲起来很生硬啊，有没有看过这个 logo 吗？有人知道这个吗？听的人，饮料品牌是哪一个饮料？麦可乐。麦可乐啊，这是一个交友网站，因为我很喜欢拿那个听的做漏斗的故事的推荐啊，不是推荐，是类比嘛。所以，但我也欢迎这个，如果你是单身的话，可以试试看去滑一下听的嘛，它很有趣。对对对，交友软体，是真的有人不知道他在做什么，是不是？没有玩过啊。好，那你们如果安全的话，可以下载看看哦。就是它是你会看到你的对象哦，就是左右可以滑的。对，那往右边滑就是喜欢他，往左边滑就是不想认识他。那如果对方也跟你同时右滑的话，你们就会 match， 你们就会开始聊天了。OK， 好，那我一定要说明一下这个故事，这个是怎么发生的，不然你们可能会不了解它漏斗怎么形成。我觉得听着就是很有趣的，因为我自己也是跟我女朋友在听着上认识的。我觉得它是一个从不认识你变成爱上你的过程。那怎么样从那个茫茫人海中认识他呢？所以我第一层就是曝光层。我怎么样去？刚刚有人拍手啊？为什么要拍手啊？我那时候应该是滑了上千个人吧，所以遇到这个女生，然后我们互相认识的，然后开始在线上聊天。然后约会，然后产生变成情侣，对，所以这就是一个漏斗过程。我从好几个人，因为我也不可能跟他一个人聊，对，所以，现在大家开始在下载是不是？变成大家了，所以我拿听的去讲漏斗，你们就一定都理解我在说什么，所以我花了1000个人，然后滑到了50个人配对成功的，然后这50个人配对成功呢，我有3个开始有见面约会了，那最后只有一个人啊，当然只有一个，只能有一个人了，变成我的情侣。所以旁边这个 CR 就叫转换率，这把感情写的这样的话就好像蛮无聊的，不过这就是数据漏斗的精神，就是每一个东西都是可以量化出来的。那这有什么好处呢？如果你的转换率太差，那你就要去思考一下你发生什么问题啊。 你怎么都转换，你滑了2000个人还遇不到一个人，你是不是要换一下照片，或者是你文案写的真的太差了，让人觉得哎，这个真的我滑不下去啊。或者是你可以购买黄金会员啊，假设你是一个台币战士的话，因为黄金会员可以一直滑一直滑一直滑，不然一天是有扣的。那再来就是你滑完之后，可是你配对之后，人家也不愿意跟你聊天啊，那发生什么事情呢？我转换率怎么那么差？那我们是不是要学习要怎么聊天，怎么样与人互动？然后你要怎么去增加你的生活情趣？那到了真正约会出来，人家吃完饭就不见了。那你是不是要检讨一下自己是不是你的谈吐得宜啊，或者家财万贯啊，就是、自己检讨一下哦。所以利用数据漏斗，我们可以更科学的知道我们自己哪里出了问题，而不是瞎子摸象的，觉得啊算了，你们都不懂欣赏我，对，那这样可能永远都交到女朋友，对不对？所以我觉得数据漏斗的精神哦，就是要去第一个统计数据哦，让你知道你现在面对的困难在哪边，转换率是不是我们期待的。第二个就是去做根据它的转换率去做你的每一个阶层的修改跟修正。那这个其实没有一个正确的答案，就是没有一个绝对的漏斗模式，只有适合你自己的漏斗模式。所以或许以后我们帮柯主席推荐的有些年轻人可能真的是用 TikTok， 我们可能有些长辈我们是用社群的贴文，有些是用 LINE 都可以，他没有规定说第一层一定要用脸书，没有这样的规定吗？但是第二层，如果真的一篇贴文，或是你写了一个限动，感动了某一个人之后，我们怎样让他进入到你的思考程序，让他带进来这个思考程序，并让他产生行为？所以我都建议每个人可以去规划一下，在未来这个几天，甚至未来更长的时间，你去建立你的行销漏斗，然后达到你的行销目的。所以当一切都串起来了，为什么我要带大家做 SWOT？为什么要大家做 STP？ 为什么要大家了解漏斗？其实都是为了之后的整体的宣传的布局。OK， 那这个我原本想要给大家做课题，但是现在应该不可能有时间。好，所以我们最后有一个最后的建议，就是怎么样从朦胧投向星星哦。其实游戏才刚刚开始，所以我觉得大家也不用怀忧丧志。
虽然我自己是蛮难过的，这经过这一个礼拜的洗礼，但我觉得现在我们可以马上有三件事可以做。第一件事情哦，就是归纳你自己的内外部优劣势。我们刚刚已经玩过民众党的嘛，但现在是你自己的优劣势，因为每个人状况都不一样。可能有人优势就是，我很有钱哦，那也是很棒的优势嘛。所以就是，如果你是郭台铭的话，你会做什么事情？那可能你的优势是我有很多好朋友哦，那也是你的优势啊。那你的劣势可能是我不太敢表达，但劣势也可能变优势啊。我们刚好上过子鹏的课程嘛，所以第一个，我鼓励你哈，去归纳你自己的内外部优劣势，目的是什么？是为了要找到你现在在哪个位置。OK。第二件事情，为什么要做 STP？ 它，我们现在鼓励你去拟定你之后的行销策略，它的目的是让你去选择哪一条路是适合你走的。OK。第三件事情就是，为什么我们打造你的数据漏斗？其实是为了要带上你的科技工具，然后我们要出发了。OK， 所以我觉得接下来50天，我们可以利用刚刚这三个工具，好好规划你现在的优势、劣势、工具。那我们怎么样能帮这个党，能帮柯主席从龙盟走向新溪？我们可以让这个党帮这个土地做更多的事情。谢谢大家。主持人讲这么精彩，没有想要跟主持人提问的？有没有跟这个老师提问的？有没有举个手？有，没有学员？讲师你好，我是政治大学培育出来的新创团队，我姓杨，然后我的朋友都叫我 Joseph。那想问讲师这一块啊，我相信这个民众党内部应该有一个数据，就是我们在做量化研究跟质化研究的时候，比如说，像20岁可以投票嘛，20到30岁的这个区间，有大概多少比例的会支持柯文哲，然后多少比例支持蓝绿，然后这样啪啪啪这样爬上去，到那里65岁，我不知道这个统计大概是怎么做，那是不是我们可以有这样的一个初步的报告，然后看我们的。因为如果已经是支持柯文哲的人，那我们就不用再多花力气在他身上，我们只要 maintain 保持住就好了。那我听新闻说，反而比较多的是在这个家中的长辈这个年纪，爸爸妈妈这个阶段，比较偏深蓝或深绿会比较多。那我看过很多一些，看了一些很感人的一些新闻跟故事，就是年轻人哦自己掏腰包，然后。比如说，买个豆花，或者是买个布丁，然后回去跟长辈一起吃个饭，然后陪他们聊聊天，因为他们就是有一种，网络上瘾症，或者是所谓的寂寞经济。那当子女去陪伴他们的时候，因为刚刚算还有7周嘛，7周其实你只要每次回去陪，你只要再陪他七次饭。这样子 ，OK。所以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可以怎么知道我们的 TA 到底在哪边？然后我们可以用什么策略？除了陪他吃饭之外，我们还可以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让他能够把他想要投蓝投绿的选票投到白银的吗？谢谢，谢谢。那我直接回答，因为你刚刚讲的，我觉得是比较选在说的陆战策略嘛。对，因为我觉得就是花费很多的空军，就是在天空上飞的，所以，我觉得空军要做的事情跟陆战有点不一样嘛。就像你刚刚讲的，可以陪很多的深蓝深绿的长辈吃饭。那我觉得陆军要做的事情，基本上还是善用我们的数位工具。像我刚刚讲的哦，就是有没有各种不同的工具可以去应用？那如何去定义？像我自己的做法就是，我会去找。因为我的确两边风谷的极光谷就不沟通了，因为我觉得太辛苦了。对，我会去尽量拉浅蓝跟浅绿的朋友，在网络上，我很常分享的做法是，我先丢柯文哲的影片给他看，就是我觉得这议题，像他之前谈安乐死的议题，我就觉得很感兴趣，因为我很多朋友，假设他这个力量没有那么明确的话，但这议题是他感兴趣的，所以我的做法就是找议题跟我知道那个人的兴趣去做沟通。然后我就跟他说：“你觉得怎么样？”然后他觉得：“
有道理，而且没有真正如敢谈这件事情，这只有他敢做这件事情，所以慢慢的就是慢慢的可以拉出来了。那我同时也会在我自己的社群上会去 share 一些我现在对政治局势的看法了，然后也慢慢的，然后我甚至就我自己有在做漏斗，就我自己做了一个算是帮民众党最外围的一个宣传小组了。就我们自己好朋友，那我们遇到什么问题就丢出来，提供一些讨论，然后跟看怎么能在最外围的状况下帮助到这个党发展，所以这是我自己的空军策略，这样好给大家分享一下。好，非常谢谢主讲人哦，他讲得很精确。我们要讲策略，我们还是要回归民众党讲策略。这个人对什么感兴趣，我们针对他的兴趣去做沟通哈、哦。还有什么问题？可以啊，这边有先哦，好不好？讲师你好，那个我是第六组的子明，那个我们这边有传出来一个问题是，我们如果采陆军的方式，那我们去做到漏斗的检视这个部分，漏斗检视部分就像就是刚的交友软体，我们可以是有实际的数据，在后台有实际的数据可以做观察，但是在陆军，比如说我可能只能去说服我爸妈或者是爷爷奶奶，但是我们要怎么去做？这个漏斗的检视这样子。好，谢谢。谢谢。我必须说，我刚刚讲的东西都是比较利用在数位的范畴了，所以空军的漏斗的形数会真的会比较模糊一点。那我之前做选战的经验是这样的，但是我们那时候在做广告投放的规划是有锁定到地域的方式的。所以说那时候我帮我的客户也是候选人，我们在做的方法就是分里在做投放，那我找两三到一个议题，然后根据每一个里不同的点阅率的回馈，我就可以知道说这个里关系的议题是什么东西，比如说我这个里 A 里我用小朋友用孕妇用交通三个议题去做贴文，然后 B 里也用同样的东西贴文，然后一个礼拜之后，我 run 下的 data 之后，我就给我的客户参考说，哪一个里最关心交通，哪一个里最关心小朋友的议题，然后再让他去做陆军策略的延续。所以我觉得空军跟陆战的配合应该是这样的。所以陆战比较难直接做成漏斗的梳理，但是漏斗梳理最后的结果跟方向可以给陆战去做深度的沟通。所以我觉得这样搭配会比较适合。好，我是第一组的，我有三个问题想要请教讲师。第一个问题就是说，我问比较偏政治实务的部分。第一个就像蔡英文总统当时在选举说，他成立所谓小英之友会，而且是成立的时间已经非常长时间。可是赖清德确实近这阵才成立所谓的信赖之友会，那蔡英文跟赖清德之间的关系其实扑朔迷离的。那对于这个，对于民众党或柯文哲而言，这个他要如何去利用，如何去利用这个蔡英文跟赖清德之间的关系？因为事实上来讲，就是小英之友会目前看起来，因为小英之友会已经准备了很长的一段时间，而且在台湾也有很多的资源跟人脉。那他会不会全部投入到帮助赖清德的选举？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一个问题。那至于说蔡英文总统跟赖清德副总统之间关系要如何透这个机会，民众党如何把握，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像现在那个柯文哲主席有讲过，他说他是能够让，就是他不是美中之间最好选择，但他是让美中都不会讨厌的人选。可是你可以看，像现在美中关系不断的缓和的情况下，那请问？柯文哲要如何抓住这个机会？因为事实上来讲，就是大陆可能过去会一直有影响，他可能对国民党会相对比较偏好。那请问，就是说现在美中关系缓和的情况下，可是国民党看起来又有一点扶不太起，就有点没办法跟他展开拉锯。那如果要柯文哲要如何抓住的机会，让能够向美中这两个大国证明他是可以啊，那个不会成为一个麻烦制造者？因为赖清德过去鲜明的立场。这样美中关系缓和情绪可能会对美国方面可能不太满意，大陆那边更不用说，因为像最近他们讲过，他们的政府候选是所谓独上加独。以上两个问题，想请教一下，谢谢。
不是三个吗？哦，好，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对不起，对不起，因为那两个我也有点难回答，所以我想第三个我会简单一点。不好意思，忘记了，讲错了，这个哇，因为我觉得这两个问题应该是明天主席来回答，他是的，我何德何能，我只是一个数位行销人而已。掌声鼓励一下，不要为难我。老师还可以吗？还可以。这个回答这个。我说还可以再继续问吗？我可以啊。OK， 那你要点一下，看哪位帅哥。大家如果愿意的话。对。来。刘董。虽然郭台铭现在已经退选了，那我假设你是你被他聘用的话，你会怎么帮他做初步的 HTV 的行销这样？对，假设他虽然现在已经退选，假设你被他聘用，你会怎么帮他做 HTV 的规划？我可能先看他愿意给我多少钱。我可以认真回答他。好像我不是很专业。我觉得，但我不是政治拍抖音嘛，我不是政治专，我不会再拍抖音嘛。我不是政治专家，但我自己的解读是，郭柯应该之后会更密切的合作。所以我觉得，如果柯文哲能变，不是说了，可能就郭台铭董事长能变成柯文哲在某一个资源上最好的助力助手是好事情啊。对，但是所以说这个定位就是，我觉得他某一部分代表算是柯文哲一个安定的力量的推手了。但是我真的也不敢讲，我觉得这个也不可能是我来回答的。的问题，对，因为我不确定，因为你也知道这个礼拜变化太多了，所以我不知道明天是不是又发生什么事情，又退追踪了，我觉得不好回，不好说。好，你们有时间？有到5:10还有5分钟。好，那位先生呢？不合，又增加6:04，比较又很。老师你好，那个就是接续刚才讲到的，就是说就是你有在外围，就是有成立一个赖群，就是有想要来去大家来去构思，说就是怎样子来去回应，就是这一些可能关于就是阿北或者民众党的之类的攻击。那这部分有没有可能是由那个就是民众党的那个党中央，然后他有一个官网，那可能就是弄一个区块，是特别是那个用选战然后辟谣专用的。那这个我也相信是有助于，就是按照刚才的就是 SWOT 的分类的方法的话，是可以让空军的优势就是来去突破，有助于来去突破那个就是蓝绿传统媒体的封杀，就至少就是因为我们没有自己的媒体，那如果说用那个就是党中央然后官方的频道，然后来去专门来去那个来去推这个，而不是用外围的方式专门来去推动这一个就是辟谣的这一个平台，那可以来去为阿北或者是民众党来去做发声。那这样子的话，就是我们这些民众党的支持者，那我们是年轻人，那我们会知道说就是哦那个。虽然传统媒体就是这些政论节目都在骂，但是我们知道对于这方面的回应，然后跟那个就是跟更正的这些说法跟这些资源，甚至跟这些 KOL 他们有好的解释的影片可以来去合作，有这样子的平台，然后这样子可以至少在网络的空战上面是可以那个就是在能够有一个比较有效率的回复的方式，那。甚至还可以就是再来去发动一些就是那个空战再转陆战，然后来去试着来去影响，就是发动那个客厅革命，让大家能够更好来去说服长辈，对我一点建议，谢谢。就这个应该是要回报给党部了，对，就是我是绝对支持的，就是我先说明一下，我那个外围的小团体其实就是一个，我觉得算。就是民众党只有的一个小俱乐部而已啦，因为其实我们中小企业主的身份有时候不太能太明目的表态，会蛮麻烦的，所以但我现在已经豁出去了，不管。我就觉得哎，贴标签了，无所谓，自己挂上去了。那我们之前都比较低调啊，
因为是怕大家会有些争议，所以我们就才会有一个取暖的小组的。好，我简短回答一下，我们是有选战群组，我们也是有各地方还是有在做赖群，然后我们会从中央这边发辟谣到各地方党部，然后再发给大家这样子。那我觉得若要如何全凭自己啊，也是我们今天创办这个重心营的目的。大家也可以在上课之余，我们可以集结成一个群组。我们没有装脚，装脚就是你们啊，你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关键的角色。我们就是刚刚那位先生提问所说的，我们就是把资讯分享出去，就是靠大家。可以转换台语吗？啊？我刚才在问一个问题。台语啊，因为老年人想象的地方有些人听不懂国语。好好好，我再拍片一下，我看无看一下，我你分班好不好？还有主持节目，还有主持节目。可以再问一个问题吗？哎，老师点，老师点。好，那后面那个白色衣服，他好像。我你要我转换台语，就让我觉得不行。苗栗要客家话。请翻译长。因为想要分享，可是他听不懂。蒋先生您好，那你是做数位行销的专业，那我想请你评价一下。虽然民众党空战是很强的，但是你觉得他的空战的精准度如何？因为我从之前英国公投的经验之中知道，他们会赢得公投，因为他们做一个非常非常详细的分析跟投放，就是异常精准的投放到某一个族群可以认同的广告，所以可以很精准的抓到他要改变的那个群体。所以您的专业应该可以非常精准的去说，到底民众党现在的数位虽然空战是强，但是有没有办法到精准到可以跟英国公投的时候去比？因为现在只有50天，应该没有办法再去买蓝绿的民调，那就只好把自己专长做到最强、最强跟最细致化。您觉得呢？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跟大家分享？他虽然讲七分钟，这个党部就是不要听的，对。我觉得还没有，就我之前的经验，因为民众党现在资源比较缺少，就是要做到这么精准的投放跟它后面的科学性的分析，其实是要一笔很大的费用去买更多的软体跟更好的人来做这件事情。可以哈，我觉得这就是一个盟友啊，对，或许有机会。对对对对对，因为我之前的哦，时间到了，所以就我觉得比较难，但我会尽力的跟党部去争取这件事情。因为像你说的，其实现在我担心是怕破圈这件事情，就只是大家都在自己的小圈圈里面。那选举不会只有小学生在选的，要让大家都知道。对，所以谢谢大家。我觉得今天刚刚讲的重点就是，每个人都是庄脚，每个人都是媒体，所以我们能量越不大，所以我们要发挥自己的能量，让大家都知道我们台湾的未来的命运。好，谢谢大家，谢谢谢谢。好，老师，那个再一题，那个再回答一点。老师不好意思，因为我朋友之前有做在做网络行销翻页在打的部分，那不管其实在空军在打战的部分一定都会有黑与白，那现在民众党其实我们的空军还算蛮强的，但是我现在也遇到一个问题想跟老师请教一下，就是我在 LINE 的社群搜寻民众党三个字，其实群组超多的，那有些多有些少，那我自己也试着加入有一些民众党的 LINE 的社群部分，其实我们有看到有些可能不好的言论，那对于老师来讲，在社群行销的部分，我相信你经验也很丰富。那不管是黑白的部分一些操作，有没有一些建议，我们要怎么去垄断或是阻止这方面的一些后续的一些延伸？那你不要这样子。我之前在做一些地方选举操作的经验，的确有蛮多这种封闭式群组啦，那里面很多这种带风向的。算是这可不可以讲网军好了啦，不管了，就是侧翼了。对，那但是因为这是人家的自由啦，不能阻止他发这些开这些群组跟做这些事情啦。那我觉得民众党现在比较欠缺的还是一个系统性策略性的规划，不同的这个作战的通路在哪边的。那现在都是大家很有热心的方式去做这件事情，甚至很多人不知道，所以也期待之后党部会有一个我觉得更有效的一个指挥作战中心，然后告诉这些我们这些热情的乡民们该去什么地方做什么事情。我觉得这是需要管理的，因为这些流言蜚语其实还蛮恐怖的，就是黑的说成白的，然后很多不太关心政治的人或者是一些老人家，他就很容易相信这些事情，
所以我觉得必须官方要有一个更快速的辟谣的一个指挥线跟沟通链出来，这也是回应给党部嘛。谢谢，谢谢老师，那我们再给掌声。